馒头先生，这是嘛？这个时间，伊嘛有转转来三海关的所在，伊嘛有向我提水，山上要搬稻草，可是阮一个人又搁无去啊！看起来，伊嘛甲我讲，伊想要回转迄个皇宫，伊自愿去做迄个馒头先生，跟随世主的身躯边，这是说我必须无改。奇怪呢，皇宫内阁，迄明明就是伊无佮意生活，伊佮意就是踮伫三开关的所在，伊伫百姓的身份会当替大家人，依然实践，交予伊蹲特动。只是讲，伊这边往进皇宫内阁也已经一段时日，我无倒转来三开关呢。下次我难免也会真思念伊。也若无今仔日，我阁特意来去找找我的师兄舅舅。